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全国高中啦啦队比赛规定的哈，每队的成员哈，成员的话他要八个人，而且哈男生呢女生至少都有两个人，至少两个女生两个男生了。金某校他有四名男生七名女生了，想要呢组成啦要想要参加啦啦队比赛。若从这十一个人当中选八人出来，选八人，共有几种不同的选法？好，首先哈，有可能呢，因为这个都至少两人嘛，我这里选两人，那这里选两人的话，这里就要选六人了，从七个人里面呢选六人，这样加起来才有八个人，或者什么，或者哈。这里选三个人，那这里选三个人的话，这里就只能呢选五个人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八。好，然后呢，或者哈，四个人全选啊，七个人选四个人，哦，这加起来等于八，再来就没有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来要选五个人嘛。那问题是他只有四个人啊，所以呢。他只有这些情况，好，那四取二的话是六啊，就四乘三嘛，二乘一，哦，这是六，啊，七取六跟七取一一样，就是七啊，四取三跟四取一一样，就是四啊，七取五跟七取二一样，哦，七取二的话是多少呢？七乘以六，二乘一啊。哦，按照四取四是一嘛。七取四跟七取三一样，就是七乘六乘五，连续三项，这三乘二乘一嘛。好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二得四嘛，六六七四十二，加多少呢？二得四嘛，二六十二，十二再乘以七，八十四，那加多少？这个的话，六跟六约掉，五七三十五，所以加起来的话是八十四啊，哈，四十二，三十五，加起来，六十一啊。九十一百六十一，一百六十一啊，所以答案是161。